您可以依照您的直觉去判定以下的讯息，您接收或者是不接收。请您参照起头栏以上牌卡的内容，下去聆听你在哪个部分的起头，是你需要好好的重新审思。我们先看牌底，您的严谨与分析力有问题。您在这个地方起头难，其实我抽到这张，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跟你解耶。这几乎告诉你是你在智慧上面的起头，你的智慧有问题啊。大致上来讲，你的现实是安定美好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一大半了，但是居然思绪混乱、争执、与人意见不同啊，混乱。你想要让事情有进展，但是它没有进展。你智慧有问题，但是你的生活其实安逸，目标实现了一大半，然后你的思绪混乱，争执，意见不同，你想要让事情有进展，但是没有进展。我怎么觉得我现在抽到了就是某岛上的共业，不要管他了，默默耕耘吧，专注于工作。还是如果你就困在某个岛上，你就跟人交流少一点吧，去外国跟人交流，出去别个地方，出岛跟别人交流。其实已经有很多事情有名无实，话而不实了，你内心知道的。要找个真正可靠、可以依赖的东西。忙碌一点，让自己忙碌，很多事情在同一个时间已经开始发生，现在这个世界的转变非常的迅速的。把目标放长远一点，工作是很重要的。大体上来讲，现在还是幸福美满的，只是要求想要再更高一点，不然你就安于现状吧。想法多元一点吧，不然就想说一个时期一个样。这样子，如果这么乐观，这么开朗，日子还是可以过的，没问题的，反正也没什么不好啊，不是吗？如果你还有事情想要去执行，还有想进展，确实有些目标尚未达成啦，但看你想不想进展，不想进展，我看也算了啦。因为一旦冲动三分钟热度的话，其实也是没有用的。还是要看那个事情的热情啊，一旦如果那个热情有，还可以
努力去闯荡，没有的话也就算了，就安于现状吧。好，刚好是9。如果不安于现状是怎样？不安于现状嘛，你不安于现状，刚好你就会焦虑不安，心理压力大，所以你还是安于现状吧。现在这个时候要去平衡两种想法是很困难的，你一定会相当犹豫。独立、主观、批判、公私分明。哎，你的智慧真的可以再提升一点。新的工作、新的家、新的计划，看你也觉得需不需要了。稳定、沉闷、乏味、不满意。如果你愿意去做新的东西，也许不会这么沉了吧？不一定呢，也许每个人不一样吧。沟通有挫败感吗？或许是因为沟通有挫败感，或者是因为沉闷乏味不满意，然后新的工作、新的家、新的计划就完全无法展开，很多新的东西无法展开，然后所以需要去跟别人合作，努力才能够达到，这个需要时间去执行，而且这个数字结得刚好。好了，可以结束了。大概传讯就是这个样子了。参考了，要听不听，其实对我来讲差别也是不大的。我就是说吧，然后应该也没有什么可以再传了，就是这样吧。每个人会有不同听到的部分，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别神奇的部分，这是每一个人天生他自己内在的自信的智慧，他可以特别去感受到的地方吧。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了。Namaste。有关呢，在这一个比较现实世俗方面的能量呢，状况是怎么样呢？第一章部分这个控制，控制这个部分嘛，它是一个骆驼，然后呢，穿越沙漠，沙漠中的那个骆驼队，它是很艰辛的，也就是说，您是一个就是。你隐喻着他就是他达到一个目标，他要行前准备，你就是你要准备很多，然后你要有，你认为你要有很多天赋能力，然后你甚至你的伙伴你也要，跟他沟通得很清楚，然后还会要有很清晰的领导者，然后还要有一种无惧艰辛的那种状态，才能够像这一个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这样子做好充足的准备，跟你的团队呢，一同呢，共同面临这一个旅程中的艰辛压力，然后一步一步的随着这个向导呢，前往这一个目标。如果你是控制摆在这一章的话，我的感受是，你就是太过于把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拉到很强烈的一个，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一定要有一个准备，一定要有一定的沟通，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伙伴的那个基础下去，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对，你才会去。认为你这样，你可以穿越这个沙漠，这是不是对的？想要去控制这样一个艰辛的状况，然后想要走过，是不是对的？我是认为，其实大体上来讲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缺点就是它可能，第一个，它穿越沙漠本身，沙漠里面的风暴，外在的世界，你本身你就是无法控制。
除非你理解沙漠，你不可能控制沙漠，你只能理解沙漠。第二个就是你的旅程当中，你的同伴、你的同侪、你的向导，那个跟你一起在沙漠中行走要往前走的那一批人，你有办法控制吗？你只能去理解他们，跟他们充分的沟通。好好的跟他们相处，然后大家的心态要一样，而且大家的振动频率必须跟沙漠一样。大家的振动频率不是跟你一样哦，是跟沙漠一样，你才有办法去控制这一个局面，然后穿越沙漠。所以其实现在在现实的这一个沙漠的这一个课题呢，外在的沙漠环境的课题就是您的课题。您要去理解沙漠，跟沙漠有个相同的振动频率，然后你个人还要有骆驼的耐力，然后要有整个沙漠商队的他该有的准备也是一样都不可以缺少，因为要穿越沙漠，如果你跟沙漠的那个振动频率跟语言差太多的话，是很容易被沙漠所淹没的。你去看那个沙漠的那些影片、那些纪录片，就知道那整个沙漠的大自然的力量是超越人类的力量去可以限制的。大部分，尤其在古代穿越沙漠的那一些人，那一些赶驼人，他们都是聆听沙漠的声音，他们是把自己在沙漠里面给放得很小的，然后整个沙漠的商队是非常共同的去一起去听那个领导。大家的话，然后大家同心协力去走过去的，它是一步一步的，随着一个共同的指引去前往目标的。所以这个控制方面，您在控制的时候，看您的拿捏点。如果您的拿捏点是跟外在的世界共频共振，那是这份控制是 OK 的。但如果你的这一份控制是只是用你的小我、你的自我，而且是你那个骄傲的我。去控制外在的沙漠，应该是控制不了啦，因为它的大自然的环境的状况就是这样，而且不止沙漠控制不了，骆驼你也未必控制得了，然后人类你也未必控制得了，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现在面临的处境，这样牌卡的预警就是这样的处境，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完成得了的，是要。你要对那整个同体的外在的因缘同生共死，才有办法去完成得了的。然后接下来看坏人这张牌卡，坏人这一张牌卡呢，它上面放着的是这个是一个方向的指示牌。坏人一个牌卡，上面放方向的指示牌，就是其实你身边有那个预警跟指示，告诉你坏人在哪里。其实你身边已经有了，你自己知道对你好、对你坏的事情，你本身你是知道的。然后哪一些人的意见是在指导你，哪些人的意见是在干扰你，你也是知道的。然后每一个人本身都是在不同的位置，然后有做不同的选择，然后。大家一起相处的时候，尤其在一个大致上能量共振的地方，每个人都想要去掌握那个能量的最高的那个权力，因为那个共频共振的那个大致上的能量的那个，大家会想要去平衡、去拔河。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你是可以去在里面跟别人互相平衡的。然后你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去引导他人？然后要用什么的能力才可以去指引他人？然后当你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是在指引他人，还是在干扰他人？还是，就是有人运用我以上讲的那一些东西在指引你跟干扰你？其实这些部分，其实你是有很清晰自己的解答的，因为。其实坏人在哪里，就是有人告诉你了，而且其实你自己知道，有一个方向指示牌指着各个不同的位置，而且这样看起来应该是不止一个。它就是人生当中有各个面向的不同的选择，好与
好与坏、对与错的，它都有一个指标指在那里，你只要去执行跟避开就好了。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然后，如果你怀疑说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去指引他人，我觉得这个先不要怀疑，你就先看你那个指标，然后先找自己的位置，然后确定自己在那个指标里面确定哪个对你好，哪个对你坏，然后在那里面去避开，我觉得这样对你就够了，其他的部分就不需要去太过于跟那个环境的那些坏人共振太多，因为你在这个沙漠商队中，你主要还是跟那个沙漠的频率共振，然后里面商队里面的其他的人，他到底是不是他对你好不好是一回事，他不要到最后整个害群之马，让整个商队全部淹死在沙漠中，这样就好了。我觉得你只要做到这样，你这一关这个部分应该就 OK 了，就整个过去了。因为能够在沙漠中行走的商队，他没有非常非常的，虔诚的去度过那些风暴，他是不容易的，一不小心他会被风沙给淹没。然后幸福这个部分呢，是，你就是两个人嘛，背靠着背，就是你觉得这就是一份幸福，然后就是一对恋人，然后或许就是一起奋斗的伙伴，两个人就抱膝坐在草地上，然后尽情的讲述了自己内心的梦想，然后也是各自谈论自己热情的地方。反正他们，你觉得这样子就是一份幸福，背靠着背，然后，彼此是彼此的靠山。虽然各自是看着不同的方向啊，可是互相之间还是一个依靠。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种背靠着背的感觉很像看的方向不同啊，或者是不愿意面对对方。其实应该是不是，因为在你这张牌卡，它背后的那个牌面是幸福，所以在你看来，这种互相依靠的感觉，对你来说就是一份幸福。这应该是你现在的伴侣状态，或者是你外在的某一部分的伙伴状态还是 OK 的，才会是这样子的状态的牌卡。然后现在这个放下的部分就是，有一群小朋友在玩，那很明显，他就是告诉你这种嬉闹的状态、嬉闹的场面，你可能你要去放下，你要去脱离了，因为你需要去控制这个沙漠，然后你需要去认清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然后你需要很结实的去依靠跟你一起可以一起努力的伙伴，或者是你需要珍惜的情感，去巩固那一份幸福感。你就要去放下那些跟你只是喧闹、玩耍、推挤的那些人，因为那个以前在一群人在玩的那个学习，共同对你来讲是一种曾经共同学习的经验，没有错。可是，完全投入到当下，的日子已经过了。然后你应该放下那个曾经在玩的那个片刻，然后好好的去面对你接下来的成长，因为，该长大了。这样看来就是告诉你说，你那个小孩子的那个部分不要再玩了，要叫你放下了。然后你要去面对，要面对什么呢？你面对的东西就是，你就看这只猫嘛。你也不用想说你面对的东西会多累，其实还好。当你面对外在的如同沙漠般的环境，你就是还是用你的像这只猫这样自由的一个人的独立的自由意志的静静的神秘的慵懒的坐卧在某一个地方，用神秘的双眼俯瞰着发生的一切。它用着它的眼睛去看着所有的一切。你就是你要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是说有一旁你身旁有一股这个能量的人在看着你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代表说你身边有一个这样子的人，他这样的能量他在看着你，他像猫一样在看着你，然后你想抱他的时候，他有可能会甩头就走。
然后，你觉得你也没有想要抱它的时候，它又一直静静依偎在你身边，因为它就像猫一样到处溜达。或许是你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你需要去面对它，然后它让你没有那么好处理，或许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是，你需要面对你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拥有自由意志的、印象的，像猫咪一样的这样子一个个体。因为像猫咪这样子的个体，它虽然是。虽然是动物，但是它不会那种很凄厉怒吼的叫嚣决斗，不多，它其实不多。你这边的动物一向骆驼是很有毅力的啊，猫咪是静静的观看，然后它什么都很清楚，可是它不会很强烈的去争斗的那一种。然后接下来你要去执行的事情是哪些呢？去照养，你的父母，感觉上就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个老人嘛，然后在公园晒太阳，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在照顾他，可能是菲佣，也可能是他的儿女啊，这个就是一个长照的议题嘛，又或者是说，这只猫咪就有点类似需要你照顾的父母亲，你要去面对它。然后你要去执行，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照顾你父母亲这一件事。对，这个就是目前所看到的比较实际面向的一些问题，就是给大家参考。目前牌卡看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还有一些部分就是。这个蜕变的过程嘛，你需要好好的去审思，因为，中间这个人他坐在那个象征，空性的一朵很大很大的花朵上面，然后他手里拿着一个蜕变的象征的剑，然后这边有一把剑，然后还有蛇的皮，蛇就是。脱皮完是蜕变的嘛？它脱皮完蜕变了，它才开始去展翅高飞嘛。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应该要去深深的放手的一个时刻，然后允许很多的辛苦啊、忧伤啊、困难去接受那个事实，然后把这些东西一层一层的。就是接收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它就是需要你去成为一个非常勇敢的灵魂，然后抛弃所有的相信也好、不信也好、怀疑也好、理智也好、头脑也好，这些东西其实太多外在的概念对你来说都没有什么很大意义了，因为它是一个外在，你需要控制的是一个如同沙漠般的处境，外在如同沙漠般的处境嘛，用理性的头脑去面对，很像没有那么用，没有那么有用啊，而是要用你的爱心去聆听那个沙漠，然后去听那个沙漠的环境是不是。在跟你沟通什么？就是你周遭的大环境，那些包含这个坏人的指标，他们在跟你沟通什么？你要用你的耳朵很仔细的去观察，用你的眼睛很仔细去聆听，你才有办法感受到那些很细微的征兆，然后去面对跟执行。你接下来的有点类似，就是照护的长照的一些问题，然后放下那个玩乐的那一份童心，大致上目前看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好好的去创造你生命当中那个很好的状态，因为你现在要进行的事情嘛，如果你可以成熟一点去了解。你把你这一个童心给放下了，他希望你成熟一点，就是很明显，这是一个没有那么成熟的灵魂，才会给这些奥修禅卡。
如果你成熟一点的话，你现在进行的事情会更容易顺利，然后会更丰富，然后你就可以越善用你现在有的技巧。你现在应该是还是有一些火的能量的元素，我相信你内在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你是可以穿越这一份沙漠的，只是你那一份能量的热情有没有说做得很好，然后成为一个非常创造性的光，应该是还没有，因为你还没有放下你的，你还没有经过那个蜕变，然后放下你那种爱嬉闹爱玩乐的那个心态，完完全全还没有，你必须放下那个很嬉闹很玩乐的状态，才能够真正的去创造你自己，然后成为真正的你自己。总之呢，无疑的，你内在是有非常强烈的火性的元素的行动力的，那你很想要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你，那种感觉是有的。像这个人物他就像一支箭嘛，然后他有一个焦点，他就朝着那个方向一直冲过去，感觉上应该是很纯粹的能量，但是很像有一点点疯狂的高速开车的那种感觉。这种强烈是真的是会创造一些微波啦，它可以提升你自己个人的那个频率，然后不断的让你自己不断的往上扬，然后把自己的某些的力道拉提，确实是真的，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收敛一点点，因为别人的意见确实是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因为如果你是这种个性的人来讲的话，那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真的把你给抓住，可是实在也是没有必要去带着这么强烈的探寻的火焰不断的往前冲，你还是需要去面对。你看这只猫咪，去好好去面对它，去面对以上这个猫咪的排盘跟执行这件事。你这个如果可以放在这里，然后让它往这个方向看，那就太完美了，就可以好好的去执行你下一阶段的任务，然后带着一个燃烧的强烈的探寻的火焰，然后不断的去成为你自己下一阶段的向导吧。因为借着相信来逃避伟大的冒险，这个方法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借着相信来逃避伟大的冒险，这个方法有的时候它有一个阶段性，你就相信可以这样子，然后你就去做，然后你就借此而逃避掉你内心的某一个部分，也是可以，可是它有一个阶段性，当那个阶段性过了，就还需要再把你自己转入内在，因为包含之前的比较高我那个部分，太多的牌卡都告诉你要向内看了。你必须要跟你的头脑保持距离，然后跟你的心很单纯的自由的沟通，就是要转入内在才可以真正单纯真正自由，然后真正静心，然后那个诀窍你到最后你就会知道，一开始你不知道怎么转入内在，一开始会觉得转入内在你会觉得转得很挫折，因为你的个性其实蛮强烈的，而且又在一个蜕变的状态，一开始转入内在你是很累的，非常非常疲倦的，因为你一直在追求外在的那些东西，你一直在那边跑来跑去，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挫折，然后每一个追求都带来了痛苦，然后透过欲望到最后结局也没有办法满足，然后你什么地方也都到不了，那是满足是不可能的，因为外在的世界里面是不会有平安的，真正的平安还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然后必须看到了这个真理，你才可以真的理解到追逐欲望没有办法带领你到任何的地方，然后你就会停下来，然后你自然而然停下来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在一个比较无欲无求转入内在的状态，然后渐渐的你会发觉这个无论向外向内都是一个
旅程，然后你本来就在那里，你本身你就是可以成为你自己，然后你会觉得这一趟旅程的那种时间感就比较消失了，然后你的头脑、你的想法也就比较不会这么复杂，因为你就很自然的成为你自己。要说什么呢？说我就是休息嘛，讲休息也不对，你会比较知道你大体上你该去做什么事，因为你已经是向内看，而不是向外这样子不断的去走了，因为向外走的话，没有办法真的去理解你外在的那一个沙漠，你没有办法穿越，跟沙漠之心共振，就要跟你的内心深处的灵魂的那一颗心共振，你才有办法去跟沙漠共频共振。然后无疑的，你现在的那个蜕变的能量，巨变的能量非常非常强烈，塔牌、蜕变牌，这都是一样的状态。这个几乎都在讲同样的状况，就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一个，转化期吧，就是可能是工作上遇到重大的突发事件啊，或者是情感上遭遇重大的挫折，或者是家中遭遇到很大的意外跟变故，或者是人际关系上有一些重大的挫折。或者是说一个自视甚高的人，然后为了面子去坚持自己的做法，然后明明知道自己是有错，可是他也不愿意去改进，所以遇到了困难，以至于他在工作上也不知道要变通，常常用过时的方法来处理事情，然后遇到危机的时候呢，也不愿意去很真实的去面对自己。所以就不容易成功嘛，然后在感情上也会认为说就你自己是对的，然后就会忽略对方的观点跟做法，就没有真的去尊重他，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又不愿意真的去跟人家沟通，然后就用分手去要挟他，这就是一个被囚禁的比较自大的，然后那种，哎，我还要再说下去嘛，总之就是一个过。就是一个执着于错误想法，然后反而让真正的你的理想跟智慧越来越远的一个大致的能量状态就是这样，所以难怪你想要控制沙漠，这是很正常的。然后你的火象能量的牌很多，因为你有权杖皇后，这个是权杖骑士吧？啊，这个是权杖国王，然后这是权杖皇后。所以你的火象的人物牌，你几乎都拿全了，所以你还是有一个很强烈的、非常直接的个性，就是优点来讲是光明愉快的特质啊。然后缺点来讲，就是某些地方还是有一点，思考比较少啊，太冲动吧，就是真的要转向内在啊。优点是你可以去欣然接受生命带给你的各种经验，朝向光明面去看事情，然后去发现生活的丰富和趣味，然后去理解你自己，更多，然后也理解别人更多。但是这个是优点，这个是优点，就是那种朴实啊、真诚啊，然后发挥得不错啊、亲切啊，这些都是优点。看权杖骑士又来了，你拿2个权杖骑士诶，所以现在状况就是说，千万不要去害怕生命带给你的各种挑战，然后会遇到一些变化呢，绝对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当你克服了内心的恐惧，你自然而然就可以顺利出发。对于事情主动积极是对的，对生命充满热情是对的，但有时候就是不要说太过于冲动，然后你只要够用心，你就可以去冲破很多很多的挑战。虽然面对的工作上的挑战很多，但是你磨练进步就会有机会，然后可以勇敢的冲破这些困难，最后你会得到回报的。然后情感上也是有挑战，可能就是相隔两地或者是聚少离多啊。没错，你的工作是这样，你的情感是这样，没有错。
目前看来，看牌卡是这样，因为这是大众的，我看开牌卡就是这样。可是你还是可以去保有这一段幸福的情感的，只要你用你的权杖骑士的能量、热情、积极主动的付出，然后用你的理智去认清谁是坏人，你就可以在沙漠中像一个骆驼一样负重前行，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的权杖骑士出了2张，它的能量是非常强势的，这是你是可以靠着你的坚强的毅力去面临那些挑战，有冲劲啊，然后保持最佳的体力跟精神状态啊，即使工作内容再困难，也是毫无惧色的去面对啊。然后，有挑战目标出现，对你来讲，你也觉得哇，太棒了，我又自我突破。你还是有这份潜质与能量的。所以呢，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在你的世界专业里面自得其乐的，因为有一个钱币二，这个钱币二就是代表说，虽然你的工作很有起伏，然后有变动，有得有失，就是一个得一个失，2个钱币嘛，一个看作得，一个看作失。可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要把握好你自己的内心，好好的转入内在，你就会有机会，在这一个时代，尤其是现在这一个能量转变非常强烈的，就是成住坏空、坏劫、末劫的时代，就是好人更好，坏人更坏，大家比拼的是能量。你的能量场一旦上去了，你转入内在了，你不计得失了，或者是你认清得失了，你愿意去面对这只猫咪，你这个猫咪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大概只有你内心知道吧。或许他会不会是一个你恐惧的人，也未必。反正他就是一直看着你，一直看着你，一直看着你。然后你又说阴，但是你不用担心他阴险，因为他也不会一只猫而已，就不用去在意他那么多。然后欠人家的就是要还，因为他的得跟失就是在那里，有的时候得失人算不如天算啊，还是好好的去接受这一份起伏。只要那个评估完风险之后，发现你可以承担，这样子你就可以去好好的去执行你的行动方针，然后里面就会有机会。所有的危机到最后处理得当，都会变成转机。最重要的是，你要在这些事件中看清你自己的核心价值，然后自然而然就可以在你这样子的外在与内在的世界里面找到一个平衡。这份平衡呢，将会对于你接下来执行的任务呢，这个可能就你自己知道吧，是你照顾父母亲吗？还是如何呢？因为每一个人有他各自内心的意向，这张牌卡让你想到什么了？对于你接下来执行的任务呢？只要你好好的抓住你的心，危机就可以变成转机，所有的得失，自然而然呢，上天呢会给你一份你应该得的，然后你是有那一个很丰沛的火象的能量去处理以上所讲的这些事情的，那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这一组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的聆听，Namaste。Hello，大家好。选这组的朋友呢？您现在的状况呢，在控制这里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感情的问题。你想要控制一件事，你想要控制你情感上面的一些事情。你看嘛，这2个手牵手嘛，然后走在那个海滩上嘛，然后呢，这一份牵手呢，在沙滩上散步的感觉啊。感受着海风的吹拂啊，听着海浪的拍打声啊，然后身后还有一些长长的脚印嘛，他就是像情侣一样啊，也可能是夫妻嘛，在海边度假，这就是你想控制这件事情，它就是你现在面临的就是亲密关系的课题。
然后在不同的阶段呢，不同的风光嘛，这条漫漫长路呢，该如何继续走下去呢？可能是充满浪漫风光的，也可能呢，他是感受到阳光、沙滩的炙热，然后走过路留下足迹，然后前方还有漫漫长路要去走，然后接下来要怎么面对呢？怎么控制呢？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模式呢？很明显，这一组选到这一组就是您现在生命大概就是情感问题。的主轴，然后或者是说您现在的外面的指导灵吧，天使吧，需要你去面临、去面对，就是你的情感问题。然后你的情感问题要怎么面对？你的情感问题要面对的话，你要多读书、多看书，因为阅读可以带给你一些感受。如果你的情感对你来讲，在你这个阶段对你来讲是一个课题的话，请你多读书、多看书、多学习。你把你自己浸淫在书中，投入在学习研究当中，投入在从古至今所有人的浩瀚智慧当中，让你自己去不断的自我丰富。就算你是在看小说也好，你也可以在里面去自我放松，然后进入书中的角色，去开展自己的视野，把自己徜徉在不同的世界观中，让自己了解更多生命的多种可能性，这个就是你面对你情感问题的很重要一个方法，就是多多看书，多学习，你就可以通过这次的试验，然后努力的去借由书中的道理，然后记入脑海中，运用在生活中，然后运用在你的亲密关系中，这个就是要你多学习。你要，或者是说，你要好好面对你的学习的课题。也有一组人，他或许就是，你就是不想去面对你的学习的课题，然后你学习的时候，你觉得你很困扰，或者是你想要准备考试，然后你学得很困扰，然后，你对于是否能够通过考试读书的这个试炼，你也觉得很困扰。某一组人或许就是他是倒过来的，他是因为这件事情很困扰，但是，你要去面对。如果你还是学生的话，就是你对于你的读书学习，你一定要去面对。然后呢，你对于外在的这个控制，你想要去控制你的感情这个部分呢，如果你是学生身份的话，我就比较没有那么建议你去控制，因为情感是最控制不住一样的东西。你还是先好好的去面对你自己，要去学习的那个部分。那如果你已经，不是学生状态了，然后你刚好你有情感的问题的话，这个时候你就要倒过来。你要进去再去读书，你要经由现在有很多学习的方法，各式各样的课程，网络上也有，包含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提供，类似心理辅导，类似那个 healing 疗愈这方面的课题的一个自媒体的知识的一个平台的媒介，再提供给大家一些参考方法，让大家去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情感上的种种的你需要去控制的一些部分。如果你是已经成年了，然后你确实有情感问题，你听到这个，你就是要读书。你就要认真的去学习，你不，而且他是很明显的告诉你是你要去看书，你不是只是像我在讲音频这样而已，你要去看书，你不能只听音频，你要去看书，你才有办法去度过你那个情感上面的难关。你听没有用，你要去看书，而且你可以在书中找到解决方式的智慧。然后坏人这张牌卡好有趣哦，坏人就是在你的应酬世界当中，可能如果这是工作的话，就是你的工作的环境就是比较复杂的，就是你要去应酬的，有一大堆同事朋友要聚会的，然后一下喜庆宴席，一下家族团圆，一下庆功宴，反正你就是你要去在里面应酬、举杯喝酒。大鱼大肉，然后在里面挣钱，然后在里面交际，你在里面开心吗？你在这个应酬的世界里面开心吗？你外在的牌卡是坏人两个字，诶，所以你的坏人大概，你世界的坏人大概就是从应酬这里来的吧。
如果是这样，这一组听这一组的人，如果您真的已经出来工作，然后一天到晚应酬，你又想去看控制你的情感世界的问题，然后你真正面对的方法就是阅读，真的就是阅读，只有阅读可以帮助你静下来，才有办法让你认清外在世界这些坏人，才有办法让你去控制你的情感的状态，就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明显，这组牌卡是这样，然后要你放下外面车水马龙的喧嚣的尘埃，要你放下，你要进入阅读的世界里面，因为城市化都市化脚步越来越快，然后大家都集中在大城市，然后不断的跟地球跟整个世界去掠夺去抢资源，然后那个很挤很挤很闭塞，然后一群人很纷扰很乱的那种感觉，它影响到你，它让你整个失调，如果你要面对这份失调，你要去阅读，阅读可以帮助你静下来去面对那一份失调，阅读可以让你抛开所有的烦闷，让你的情绪比较不会失控，让你自己更了解知识世界的秩序，你就有能力透过这些知识世界的秩序去约束某些不守规矩的坏人，让他们更有规则，不要造成整体的失序，然后你就可以比较放下外面这些污染的空气，很多空气污染大家不得不吸收啊，因为你懂得阅读，懂得面对，懂得面对你自己，因为阅读对你来讲就是一个面对你自己的方法，面对你头疼的方法，面对你很复杂事情的方法就是阅读，阅读可以帮助你放下，帮助你找回自我清理的能力，帮助你找回所有的因应对策，总之书中自有黄金屋，你书中自有颜如玉，你就是要读书，你读书即便你已经上班了，你就是要阅读，我已经讲很多遍了，但这组牌卡的总结就是这样，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的情感问题，你的工作问题都可以透过阅读去面对你自己，然后把所有事情给放下，然后你就可以更上一层楼，你就会更幸福。你的幸福是什么呢？你的幸福是，哇，这简直是表演特技，你的幸福是扛起一家子，也许你是最下面的那个在扛两个人，然后上面那个孩子的人吧，总之你可能你要扛三个人，但是你可以扛起这一切，就是你的幸福。就是一张一家之主努力赚钱养家，然后全心全力投入工作，承担所有压力，然后一个人扛好多人在走，然后所有压力都在他身上，然后他扮演这样的角色，他居然觉得很幸福，这就是你的幸福。然后你的执行是什么呢？你的执行也是有一群人，他会拖着你，帮助你去爬过那一道墙，然后努力的攀过那道高墙，努力的往上走，你要去执行的就是要去完成一个团队的力量，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团队的力量，这个人要爬到高墙的边缘是因为下方这一群人在帮他，然后下方这群人是同心协力的让上面这个人达到目标呢，还是有些人就很想要把他给拉下来呢，这个到底是隐喻什么呢？是你家族的力量吗？还是你同侪的力量？还是你工作团队的力量？还是整个你身边外在舆论的力量？总之你要去执行的就是这一件事，你要也许你是下面的一个比较基层的人，你要把上面那个人给推上去，这样子你才可以大家一起集体的成功，然后也许你就是那一个努力要攀墙过去的人，要带领大家走向集体的成功也不一定，因为个人的生命角色不一样，但是这一组就是他的幸福就是可以扛起一家子，然后可以好好的自我成长面对，然后去面对这个生活世俗的琐事，这一组真是不容易的一组啊，目前看来是这个样子，然后看一下你的那个塔罗牌，
你的塔罗牌嘛，皇后的正位牌，就是嘛，基本上还是一个非常丰收的状态啊。如果是皇后正位，就是还是工作丰收，然后情感就是也是蛮重视享乐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都十分重视生活的享受，然后也可以从对方身上感受到很多的爱，很多的快乐，然后也可以保持非常和谐稳定的关系。然后工作也是很丰收啊，之前付出的努力现在都有不错的回收啊，就是你只要继续努力，你就可以达到你预定的目标了。然后如果是家庭的状况也是很和乐啊，大家就是会有很和谐的关系，也可能大家就是会一起庆祝一些很多事情吧，庆祝一起出去玩，就像这样子一家子的幸福，就是这张皇后牌卡的幸福。总之也是一个重视生活、享受啊、喜爱美的事物啊，在人际关系的这些交友上面很有天分呐、啊，然后会主动跟别人交往啊，你不会因为人际相处而带来压力啊，所以你是一个受人喜爱的人。但是在你的人际相处当中里面，你这写得很清楚了嘛，里面有坏人。啊，你自个儿要知道，然后你要去面对，你难面对的不是外面的人，你难面对的是你自己，这就是这个的状况。然后你的正义牌是逆位牌，没有错，你身边有坏人，这张配这张刚刚好，就是你这个时候吼，你的思考吼，有些问题就是，你的工作有一些状况，就是跟法律规则有关的。那些法律规则嘛，可能要用一些法律问题途径去解决。然后你的这些问题，有一点就是他是你旁边就是，我不用再讲一遍了，有坏人。然后你要去解决他们，你要用法律问题解决。对，你要用法律问题去解决。你有时候你的思考不见得能够得到问题真正的答案呐、啊。你还是要回归你自己，你要去面对你自己。所以说你要去多看书，你才知道怎么去解决，用法律问题解决嘛，至少去翻一下法条吧。还是要把那些解答放在你的心中去思量，然后多用一些直觉，然后那些理性其实你天生。你不是一个不理性的人，因为你是一个能交际的人，一个长袖善舞的人，所以你的情绪控管没有问题，但是面对自我有问题。然后大体上来讲，因为你的工作也是认真负责，然后很尽职啊，然后正义感也很强啊，只是有的时候可能别人会觉得你很主观，别人会觉得你一意孤行，别人会觉得你很严苛，这是目前看来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在情感上也是有的时候你会想太多，然后会有一点点自我批判啊，有一点点就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就不高兴啊，就指责你的另外一半啊，或者是认为你自己就没有做好啊，确实就是有一些状态是非常需要调整啊。你会有这些问题的话，就是因为你的思考观念出了问题，所以你要读书。你只有读书，从很多书中的知识去面对。现在有很多书本都写这方面的问题，他都会把他们的经验分享出来，你要去看，你才有办法去控制你的情感的状态。因为确实你们两人之间出现了不平衡的状况，很可能有一方觉得自己付出太多，然后又得到太少的回报，所以就会有一些问题跟冲突。你们现在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大的吸引力，因为理性交流比较多，然后就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冲突吧，状况大体上是这样。所以现在你就是切忌对人严苛啊。然后家中的成员如果会有一些不和的状况也是正常的，就是多看书多学习啊，你就可以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可是
你的本我，你的小我是严苛的，可是你的高我是很有爱的，你的内在是一个爱心很丰沛、很有爱的一个人，所以你要把你的小我给放空，然后你就可以接收到很多来自于大我的爱。上天的旨意就可以借由你的身体去展现，去帮助你自己跟帮助别人，这样你的工作跟状态你就会越来越满足，而且你就会认为那是一种享受，就会有更多可以表现的机会，也可以有更多的灵感，然后你的情感状态也会越来越完美。彼此之间可以相处得更好，也更会受到大家的祝福，然后，两人生活的频率就可以协调得更好。因为你的本性，你的高我是非常有爱的，所以你千万，要常常运用你的高我，你不要一天到晚运用你的小我，你的小我是萎缩的，所以你要多读书，嘿，去运用书中的力量去把你的那个小我给，稍微给掰碎了。这样你的小我小一点了，你的高我的爱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展现，你就可以更用你的直觉去认清对你好跟对你不好的人，你跟你那些朋友的感情的关系就会比较好，甚至连你的财务状况跟休闲状况也都会提升，就是你的高我，你要好好连接你的高我，因为你现在工作本身的给你的限制，就是上天给你的一个很大的，要你去掰碎你的小我的一个考验。他要让你从这一个暂时的困顿当中，让你找到更好的方法跟这一个世界相处，而不是要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总是对你充满敌意，因为你身边是有坏人没有错，但是所有一个人面对的一切都是自己内心的显化，他会来也是彼此之间有一些缘分纠葛，也是自己招感来的。真正的敌人还是在自己心中，真正的敌意还是在自己的心中。你现在在这一份工作当中，你觉得你受到很大的限制，你没有办法发挥你的实力。这是上天给你的一个考验吧，他就是要你在这个状况底下去学习，深度的学习，去认清你自己跟外在这个世界，还有你的感情的状况到底是不是被亲朋好友给反对，然后渐渐对你造成一些压力呢？是不是有一些不利的消息传言会消磨你们两个人的信心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部分啊，可能有这个部分，因为如果有宝剑八，就是有这个部分，那也是一样，你就是多学习，你这组就是。我刚刚讲过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可以靠着多学习去掌握你自己生命的更多的可能性。然后以前没有什么资源，现在资源很多。就是希望你能够真的去认真的借由种种的提升去学习你自己。没错，你跟你爱人的关系，你多学习就好了。你这组牌就是情感的问题，可能你旁边会有一些见解，有一点点干扰到你们两个人相处吧。但你们两个这个看来应该是不错的缘分啊，而且是真爱圣杯一，是也是不应该也是走了一段时间的，就是不错的情感状态啊。总之呢，爱人牌呢，算是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很高的祝福吧，尤其是奥修的爱人牌卡。奥修的爱人牌卡比其他的爱人牌，我觉得他是做的最全面的，做的最全面的爱人牌。The Lover 这件事呢，有三件事要被记下来，就是最低的爱，就是性爱，它是身体的，然后呢？最高的、最进化的爱就是慈悲，然后性呢是在爱下面，然后慈悲呢是在爱上面，所以 the lover 刚好在中间，就是人间。
更高一层的是慈悲动物性的，比较低等的那个是性爱，那是繁衍生殖用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人间的爱就刚好就在中间，很少有人可以知道爱是什么。然后有一些人他会觉得，性就是爱，可能99%吧，但是不是嘛？性它是非常动物层面的，它就是动物的，但是它有没有潜力变成爱，变成人间的爱？有，它可以，但是它只是有潜力，不是一定可以。他性要变成爱，就像动物要变成人一样，还蛮难的。他要很多很多的演化，他要很长期的，他要是一只，他可能要是一只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爱护同僚的动物，他就可以经由几世的转世，他就可以变人类了吧？要当人类还是有困难的。然后这个爱。当变成人类当久了，越来越蜕变了，它就会变成慈悲。性是一份需要啦，爱是开出来的那个美丽的花朵，慈悲就是芬芳。佛陀是把慈悲定义成为说你的爱再加上静心，它就会变成不是对别人的欲求，也不是你对别人的需要，而是一种分享。当你的爱成为一种分享的话，你自然而然的去分享，那个爱变宽阔了，成为一种分享，他就不是一个去讨爱的人，就不会是一个去要求别人来爱我的人，他就不是乞丐的爱，你会成为皇后的爱，你会成为国王的爱，你会成为真正的去可以去爱别人的爱，你的爱就是给予了，就会喜悦。纯粹，你的爱再加上一个人独自的去面对、去读书，叫你去面对，就是要你去读书、去静心，然后那个爱再加上静心，那个纯粹的芬芳，那份慈悲的芬芳，最高的展现，这一份像皇后一般的爱，像国王的爱，你这个你的高我的爱就会展现了，然后你所有的课题呢，自然而然呢就会走过了，基本上呢。大体上的这些牌卡就是给你这样子的祝福吧，这就是这组是情感问题，对。然后你现在所面临的压力呢，就是你还是不需要把你一些私人的工作的状态给看得这么重，它只是暂时的一个坎而已。你面对了，处理完了，过了就过了。有的时候时机不对的时候，你再怎么努力也是没有用的。你看你这张牌卡嘛，你一个人在上面耍花招，哇，又吹喇叭，又玩那个叫丢什么，丢魔术，那个球啊，一个人丢这么多。很像一副很厉害的，可是他站在气球上啊，而且那个猴子啊，他有一根针要戳那个气球啊，那个气球很不稳固诶，那个猴子戳一下就破了，所以你在执行的时候，这个对这张执行牌卡也很准啊，你要看一下你这个坏人哦，下面有没有人在戳你啊，你就带着一种观念嘛，这个观念就是很多事情嘛。都是因缘聚合。当那个时间没有到，它是时间没有到，很多事情是不会来的，所以不需要这么有压力，不需要这么的完美主义呀。就算你不按闹钟，太阳也会在早上升起。如果你不按闹钟，太阳不从早。不升起的话，那就惨了，那个就世界大乱了，那就整个地球已经快要跟太阳系不接壤了。所以有这个时候，反而你不需要这么有压力，你要去散步，去买一些花，去煮饭，去做晚餐，总任何做任何不重要的事情都可以，因为你自认为重要的事情，却是建立在一个这么脆弱的气球的平台上。你再使劲18般武艺有用吗？所以才要你静心阅读啊。然后呢，这个爱情梦呢，就是可能就是你想控制的这一个部分吧。还是建议你说，
你不要去控制，因为不论是你目前的配偶，或者是你未来的梦中的伴侣，无论你是结婚的没有，无论是你目前的配偶，还是你未来梦中的伴侣，没有人有任何义务要把你的快乐就端上来呈现给你。即使他们想要这样做，应该也是做不来呀。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人生自己的那个路要走，都有他自己的很多事情要去成长，很多事情要去面对。两个人会走在一起，那是因缘到了，自然就会来；两个人会分开，那就是因缘散了，自然而然就会散。他生生世世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在那边轮回。你一直在想一个爱情梦，其实是一个有一点幼稚的梦，因为它就是一个时间点的因缘聚合吧。以前我也想不通，我现在好像还好了。我真的觉得我现在还好，因为自己的快乐来自于自己本身，快乐没有办法由别人带给我们，快乐不是别人带给自己的，快乐是自己带给自己的。快乐来自于自己很理解自己，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很诚实的去实践自己想要做的事，这样子就会很快乐。真正的爱不是试图想要依靠别人来解决我们的需要，不是要依靠别人带给我们快乐，爱人不可能给我们快乐的，快乐来自我们自己本身。如果哪一天我们碰到一个爱人跟我们一起走，或者是我们现在就有个爱人跟我们一起走，那也是两个人互相扶持成长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现在面对到的事情是那个爱人跟你的缘分没有那么成熟，或者是因为种种的因缘没有办法聚合在一起，那就顺着这个生命的流，让它轻轻的往前走，这样就够了。因为累生累世的轮回，生生世世，世世生生，那是无量劫，总有一天会再见面的，不急于一时，总是会见面的。真正的爱不是试图想要借着去依靠别人来解决我们的需要，而是借着我们发展我们自己内在的财富，内在的成熟，这才是真正的爱。也就因为自己有很多的财富，很多内在的财富，很多的成熟，这样我们才有很多的爱去给别人，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吸引别人来爱我们，这个才是皇后的爱跟国王的爱，不是乞丐的爱。爱绝对不是你去跟别人要、跟别人讨，他就会有的。那个是要不到而且讨不到的。这一点以前我也想不通，我现在我是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比较想得通的。反正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来的时候都是单独一个人，走的时候呢也绝对会是单独一个人。我们跟这一对父母亲有缘，借着他们的父精母血来到我们，这个世界，跟我们，摄入了这个世界。然后呢，我们也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摄入了爱，摄入了情。然后在摄入这个情跟爱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是很纯粹的爱，就不会加一些什么金钱啊、权力啊，什么各式各样啊，生存相关的东西啊，比较不会啊。不过其实大部分的状态还是都会加入生存相关的东西。但是后来经过我的实验，我是觉得生存相关的东西还是由我自己发展就好了，其他的事情就不要这么复杂了，这样子很累的。我还是坚持自己发展自己内在的成熟。然后呢，渐渐的就会成为一位皇后，这个呢，才是成为最真实的我们，最自在的我们自己。成为一位皇后，成为一位国王，这个皇后的爱，国王的爱，才是你的高我，也才是你跟你的爱人应该一同共同谱写的剧本。如果你可以这样，你就不会有一个分裂的状态。如果我以上讲的你都听不下去的话，那你现在一定在一个非常分裂的状态。如果你有听到这里，那你应该是你听得下去。那如果你没有听到这里，那应该就是你没有听下去。
你就是一直没有办法面对你自己，你就会一直在这个圈里面转，这个圈很大哦，从工作到情感到人际什么都有，这个圈很大的，你要转很久很累的，还不知道转多少年呢。那如果你有听到我说到这里，那就是代表说你已经在这个回圈当中，你找到你的定位，你知道自己怎么转出来。你现在的工作上的情感上的给你的这些暂时的停滞也好，只是一份提醒，告诉你如何更用你的高我，更用你内在丰沛的爱，如何好好的去潜修进修，来走向自己更美好的人生。如果你听得到这里的话，你就可以通过外在给你这一个表面正义的枷锁，你就可以穿越这个表面正义的枷锁，好好的面对你去自己，然后去成就你的幸福，去执行你要做的事。好了，那这一组牌卡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祝福大家一切幸福安康， Namaste， 拜拜咯。